新岛屿，我们来喽！他家牛岛。新的主题乐园就重建在旧乐园的废墟上。照哈蒙德的说法，这是他们花钱不手软打造出来的生物保育中心。你可能听过，至少听过没被列为机密的部分。塔加牛岛是不是侏罗纪世界？就是在这里。这座岛的管理员，可惜下场有点不妙。下场有点惨，是不是？你有机会把前人的失败变为自己的成功。你要是想把这里变成盈利事业，就得仔细考虑如何赚钱。你当然想了，相信我。哇，这里一来就负债高达100万呢、欸，96万。那第一步应该是先想办法让钱变正的吧。好好好好好，秋风大师先把这个卖掉。这个现在谁在开？这个有退款，好，有退款就好。这个应该要卖掉吧？有卖掉退款。哎，赚钱了，赚钱了，钱终于变正的了。然后把围栏围一围，围栏围一围，赶快有宠物，不是有那个恐龙，有恐龙我们就可以赶快放恐龙出来。哎咻。有恐龙就能赚钱，马上就有钱。好，为了赚钱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哎咻，钱，我们要钱，我们要很多钱，钱永远不嫌多，再来一点。好了，围栏围好了，现在要通电，是不是？通电，通电，这个电力网怎么这么废啊？告诉我是谁接的好不好？这个电力网能用吗？哎咻，哎，超出范围，那我call零接起来，这样应该有电了吧？还有一个地方没电，看一下地图好了。地图模式，这里没电，哇，这里要多接一条电线过来，哇，由我上任，新任执行官上任，哇，星光上任，三把火，急急火火，马上解决所有大大小小问题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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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也通电了，所以马上就孵化一只恐龙，有恐龙就有钱，有钱，哎，太贵了，有钱，太贵了，太贵，贵贵贵，我只能孵四只龙哦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哦？这种没人要看的龙，真的、欸？对不起啊，秋风，只孵得出四只龙啊，好惨哦！大家来恐龙园看鸵鸟有没有？看一只鸵鸟，看两只鸵鸟，拜托你们了，鸵鸟们，就看这两只了，应该还是有人会来吧，对不对？这个这里都还在营运，我是不是要运用这边骗一点钱？哇，这个赚太少了吧？恐龙圣酒改成恐龙啤酒，卖28块，卖的一爽，付15000哎，我要。赶快正常运作，菊化石卖利爪卖哇31块哦，随便点有没有？好爽哦！素食店这里全部都改变恐龙风味餐，15块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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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这边看四鸡龙，现在在大规模的骗钱中，哎，放养两只四鸡龙。我们现在只能靠四级龙赚钱呢、欸！我要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调整过一遍，什么恐龙贴纸、遥控恐龙，哇，遥控飞船，这样子可以卖到37块，好不好？卖一倍的钱，我都赚一倍，好不好？卖一个东西都赚一倍，恐龙美食，哎咻，赚一倍。各位先生女士，这样会赚钱吗？游客会来逮我骗吗？嗯，你们来逮我骗一下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244人，哇哇，哎，真的有赚钱呢！既然开始赚钱了，恢复正常营运啊！危机瞬间解除啊！秋风真是管理大师，有没有？太佩服我自己了。我先娱乐好不好？承包案，娱乐承包案，承接新的娱乐承包案。我把这份合同交给你，五万哦，啊，接受接受，五万。谁不想什么都多拥有一点呢？多拥有一点，我先从多拥有一点钱开始也好，让这个合同值钱一点。五万应该很快就达到了吧？我就派两头四鸡龙，就这样骗钱呢、欸。
两个四基隆，我觉得还蛮骗的，我自己是觉得蛮骗的啦。这样怎么会有人想来？就为了看两个很像鸵鸟的龙？这个游乐园太骗钱了，再多骗一点好不好？要多一点来，最好的就是用一个好的龙出来。这一只龙王龙好像可以耶，它太贵了。灰龙比较便宜耶，灰龙龙王龙比较小只，应该不会破坏我的栅栏。我的栅栏现在不安全啊。龙王龙好，等一下来试看看。龙王龙现在真穷耶，等我好不好？我愿意等。游客们，你们就来逛，当作逛商店街好不好 ？Shopping mall。我觉得我不能先再孵龙哎，我应该要先盖这个恐龙喂食处，对不对？不然我的四基龙就被妖袭啊，就要饿死了，对不对？好像不太行哦。赶快，再一分钟就有了，再一分钟，我一分钟可以赚30000，再一分钟，你们再撑一下。好了，有了，地面恐龙喂食处盖在看台前面。哎咻，这样子离那个观众最亲近，那个观众看得最爽，我就赚最多钱。而且，等一下这个围栏是不是没有办法进去啊？没有做一个大门。连一个大门我都做不起。这种委托可不是天天。好，我接受好不好？孵化一颗甲龙。对不起，其实我孵不出来。我现在除了四基龙，没有一种龙我孵得出来的啦。连大门我都做不出哦。连大门都做不出来啊。怎么这么悲惨啊？其实我应该要把这个更多的什么服饰店、礼品店拆掉，对不对？就是拿去换钱，换钱之后我就可以赶快发展，这样才对嘛。再拿去换钱就好啦，我干嘛对他们这么好？这些东西，什么紧急避难所用得到吗？大型变电所用得到吗？先把紧急避难所拿去卖掉好了，用得到吗？用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恐龙哪有跑出来的？用不到嘛？对，好随便。孵化槽，他要一个甲龙，我就给他一个甲龙。太贵了，对不起，真的太贵了，孵不出来了。刚才说要孵什么龙王龙，是不是？还是孵三角龙？三角龙基因比较高，太贵了，三角龙也太贵了。龙王龙先啦，先孵一只龙王龙，还是灰龙、华阳龙？龙王龙。龙王龙先孵一只龙王龙，有不同种类的龙，可以骗更多游客进来。岛上的游客对公餐非常满意，哼，没什么，因为没什么人嘛，我目前岛上有几个人？我看一下，塔加牛岛管理，这个吧，岛屿评价，244人，真少啊。设施评价5颗星，恐龙评价。有够低。好了，我的龙王龙，放养龙王龙。哇，第二种恐龙出来了，这个是我变卖那个什么紧急避难所出来的哦。一个紧急避难所换一只龙，你那个希望能有更多游客来这一座岛，我就可以更多发展。而且我还没有办法捕食那个对吼，我没有办法换，那要怎么办？而且他社交不够，我应该再派一只的。那个龙王龙不贵，现在又有100000了，再五万就有了，我很快就有这个任务一达成就有了，他就会50000进来了，承包案完成了，有钱会进来了，50000。你在合同里的表现确实很出色，嘿，没什么。秋风就是有这点能耐啊，经营达人，恐龙园交给我就对了，好不好？
我会让那个恐龙制造出一些什么恐龙乐园，制造出一些新闻，像是恐龙咬死人，那个人体喂食秀，这些都是我拿手项目。第二只龙王龙放羊，哎，有两只，这样社交就没有问题了。我现在有两种恐龙，嗯，应该赚的钱应该可以翻倍吧。我等一下再去接一些特殊任务，可以换多一点钱来。申请新的承包案，我刚刚科学部门，我什么时候接了科学部门的、啊？不管了，我还要娱乐部门，再给我一个承包案。业务不能停摆，使恐龙评价维持一星至少三分钟，一星三分钟，好啦，接受啦。我的恐龙评价到底多少？我自己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一星三分钟，有点难哦。一定要孵那种肉食性恐龙有才有可能的。哇，一星，虽然它要求没有很高，不然我孵化一只甲龙好不好？我现在好像甲龙够了，够钱了，哎、欸，不够，甲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贵、欸。这件事你帮得上吗？哟，使用探勘挖掘中心挖出一个小型的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探勘挖掘中心啊，你干嘛逼我？你干嘛逼我？我现在有的只有钱欸，有42000了，420000。嗯，在我不知不觉之中，我可以孵化一只甲龙嘞、欸，孵化甲龙还可以再骗一点钱回来。我要孵化，希望不会失败。每分钟收益60000块了，61000。其实还蛮好的嘛，在秋风强力营运之下，瞬间扭转劣势。等一下，那个赚够钱之后，我要马上盖一个巡逻队啦，不然这个草没了都不能补。马上盖一个巡逻站，刚刚应该就要先盖巡逻站了，不应该先孵甲龙的。孵化甲龙成功，我赚钱了，我有400000了。我先放出一只甲龙，然后做得不错，然后等一下马上盖那个巡逻队。哇，我有甲龙了，我的当家明星，靠你了，我就靠你赚大钱了。加油啊，甲龙！有钱马上来盖巡逻队，我觉得巡逻队是很必要的东西，蛮重要的。把巡逻队就盖在这里好了，不要受限于地形，前面一点，这里可以。哎咻，好，就这里啊。哇，也不挑了，秋不挑啊。马上把道路连起来。对哈、哦，我这个这里都还没有门呢、欸，他一直都没有门呢、欸。马上盖一个门在这里好吗？哦 ，OK 啦，就盖在这啦，这里盖一个门。可以让我直接进去照顾我的龙。我现在每天都在等那个一点点一点点的钱汇进来，然后我们就可怜很委屈的就在盖一点点一点点的东西。每天一点点一点点。哦，150000。150000可以干嘛？150000可以做些什么？好像什么都不能做，对不对？我要想办法再存一个400000，然后盖出化石中心，盖出研究中心，盖出探勘中心，这样才可以正式上轨嘛。欸，如果有恐龙跑出来，我还要有 ACU 中心欸。恐龙目前应该还没有肉食性，应该是不会跑出来啦。可是一跑出来我就 GG 咯，我就没救咯。没关系，先赚钱好不好。那个游客啊，不，还没出事之前，游客都是认为这里是很安全的。哎，有钱了，有钱了 ！ACU 中心，先盖 ACU 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个为什么要先盖 ACU？ 这样我就可以把那个我不要的龙卖掉，把不要的龙卖掉换钱。哎，好像不赖哈、哦，这个想法很好，我喜欢。这里放不下哎，我咻，哪里可以放？我都很想把这东西塞在这里。结果放不下，这里应该要得盖饭店的嘛，留去盖饭店。这个是原本，不然盖在这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，好远哦，好远就不方便，不方便就弄起来就不爽。
不然盖在这里好不好？噔噔噔，盖在这里。哎咻，好好好，这里好了，离市区很近。哎，没有电，离市区很近，结果没电。没关系，我马上来盖电，电厂。哎咻，发电站盖在这里好吗？一个发电站就盖在这里，好，有电了。需求电力，超过了，电力不敷使用了，好快就不敷使用了。我要盖一个这个上升空的电力输出，60000块砸下去了，这样应该可以提升我的电力，看一下还够不够。不咻，管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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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用电力还有8，够够够，刚刚竟然不够，再这样发展下去要盖那个了，盖发电厂了。我为什么要盖这个？就是因为我想把我的四鸡龙卖掉。这些四鸡龙、四驼龙，不那个啊，拖垮我的新品啊，对不对？拖垮我的新品，我不喜欢啊，为了骗观众来的，骗观众。等下射一射就拿去卖掉了，卖恐龙哦。售出恐龙。售出四鸡龙、四驼龙，哇，才8000块，8900，大家也没有要四驼龙啊。这一只也售掉了，售出恐龙，选取，这一只也卖掉，哇，两只没人要的恐龙，马上就卖掉了。在我艰困的时候，他帮我度过了一次难关，现在我度过难关就没录用，卖掉了，就没录用了。建议你。签下这份合同，建议我接下这个承包案，每分钟达到100000，没问题，赚钱我拿手的。哎呦，很快，赚钱是我拿手的，我的看家本领呢。我最会赚钱了，什么都不会。在这边再发展一个肉食区好了。迅猛龙好了，放养。来咯，赚钱的龙来咯。哇，好可爱，赚很多，赚很大。这里应该很安全吧，应该不会跑出去哦。喵，它看起来好凶狠哦。哇，观众就爱这一种。